你能猜到我 3D 打印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？这边呢全是这种镂空的蜂巢状的结构，翻过来里面有一条凹槽。其实啊，这是我用来种空气凤梨的花架啦，它正好可以卡在我工作室落地窗户的栏杆上，把这个原本没有观赏价值的角落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花园呐。这就是 3D 打印好玩的地方了。 哎，说实话，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扩展了一下，变成了3款拥有不同蜂巢尺寸的桌面型空气凤梨花架，这样它就能够适应不同尺寸的空气凤梨了。哎，是不是看起来也很别致呢？这次打印啊，我用到了拓竹新款的碳纤维增强性 PLA 材料，性能的确是相当稳定啊。而且最让我喜欢的是，它打印出来的零件呢，几乎是看不出来成纹的，表面的质感非常的棒啊。就这个呢，还是我只用了0.2毫米的普通层高来打印的，如果用上0.08毫米的层高，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吧。 另外，它的收缩率真的是很低啊，可以放心大胆的大面积的打印，不会发生翘边的情况。这个东西要是我之前用其他的材料来打印的话，大概率这两边呢都是会翘起来一点点的。但你看这个，哎，平平整整啊。好，最后你也喜欢养空气凤梨吗？要是养的话，告诉我，咱们群里面抽个奖，哎，送你一个独一无二的蜂巢花架啊。